去旅行 shopping 完，每次都咁赶翻香港，不如学下一众潮星，充满自信咁行出机场啦。要数佢哋嘅机场 look， 梗系唔少得一副点睛嘅黑照啦。今次话俾你知，边三款系佢哋嘅必备款。韓風而家好犀利啦，大家都知道，咁好興粗框，好似呢啲咁啦，仲要反光咁樣啦嚇。鏡框咧多數都偏大嘅，你可以睇到係啦，即個面好肥咧就會仲更加大咯。我諗其實面瘦瘦大就會最型。講到太陽眼鏡，又點少得經典嘅機師款呢？近年除了典型的右臂鏡款，有品牌亦都推出變奏版，變身方形鏡片同埋換尾鏡臂。比較中性啲咯，我覺得比較易戴。如果皮膚比較聽，即係黃啊、帶黃，我諗金色就唔係好啱。藍啊、有色啊，或者呢啲咁樣啦，都 OK 啊。唔少女星都話私底下中意 T-shirt 牛仔褲打扮，但係點都好，成個 outlook 都會有啲亮點嘅。揀副特別設計嘅太陽眼鏡就夠曬搶眼啦。而家都好多好特別嘅款式咯，即係眼鏡冇再係一個色噶啦，係啦，即係又有金屬啦，又有幾個粉色咁樣配搭啦，即係可能呢啲會襯翻一啲特別啲或者 colourful 啲嘅衫，或者有啲嘢睇咯。